被强行开团是什么体验？2月16号，我发了一个视频，在开自建房的时候，总有人邀请我组队，手速再快也挡不住。我们意念合一。自从发了视频，这下全知道了。邀请我组队的比之前更疯狂，和队友打个游戏，你需要点点点，抽个军需点点点，换个装备点点点，从此被贴上了标签，忍不住就开团吧。只要一发视频，视频下总有人说啥也不说了，开团不行，忍不了直接开团，这个开团开团。还有人说可以设置，我抱着希望去看了看，结果很失望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比赛记录，你就知道我为啥不开团了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有生之年能让我上个皇冠就不错了，更新个日常吧。有时候我不更新吃鸡，害得我偷偷在小号上更新。